等待借由时间过去而达到目标的过程，大部分的时候，等待的时间跟达成之目标难度成正比。等待泡面泡好3分钟，面泡刚好3分钟的 Q 弹，就好像我的嘴巴直接被瑜伽球冲击。可不是哦。等待蓝一鸣来上班30分钟，都几点了，蓝一鸣怎么还不来上班呢？好担心，他会不会在路上跌倒了？啊，快下雨了，他有带雨伞吗？啊，蓝一鸣长那么可爱，会在路上被拐走吗？哎，早安，蓝一鸣。等待浩哥上厕所3小时，浩哥是不是在厕所待太久？3个小时嘞，薪水小偷吗？他再不出来，我就要不行了。不用了。等待阿妹跳完开始累了，4天。呀，很累。等待阿明跟阿强回家，7天。骑快点，哎，阿明，前面那个弯压低一点，压低一点。好，你看，还是弯不过去。我弟等待女朋友的出现，29年。我隔板子没有拍了。等待张无忌来大都，30年。啊，张无忌，你来了。是啊，我来了。啊，那你来干嘛？你不是说要救六大派，要来大都找你吗？哦，等一下，你说你是谁？等待女朋友出门。无限。哎，小美，你还要多久啊？等一下啦，再等我30分钟。哎，阿明，我好喽。哎，阿仁嘞？不，等一下，哪来的小朋友啊？小朋友，你有看到阿明吗？阿妈，阿公都过世5年了。等待浩哥的影片开始业配，只需要1分28秒。而在《动画奇缘 RPG 手游大作《天地劫》里，丁离等着夏侯仪1000年。不羡慕，可以活1000年。如果存10万，定存1%，1000年后就有21.9亿了。有了20.9亿，丁离跟夏侯仪就住在桃树影园，跟浩哥当邻居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